今日咧，我哋就嚟挑战咧，斩开晒呢所有迎面而嚟嘅水弹啊！雷の呼吸、一の型、霹靂戦。喺度做咩啊？戴头盔咯。嗱，同大家讲明先，我唔系一个专业嘅 cosplayer， 我亦都唔系一个专业嘅剑士，我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鬼杀队队员，所以我戴嘅咧系头盔，唔系假发。この番組はモー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 Hey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醒醒啊，又来到这个的香港鬼杀队的粉岭分部。为什么今天又要来到这个秘密基地呢？就是因为上一条片很多人都是这么说，醒醒你把刀调转了来揸，刀锋应该是向上不应该向下，前日不是这样揸刀的，每次不应该这样揸刀，你不懂揸刀。我想讲，打交嘅时候最讲求点咩？最紧要系就手啊嘛！前面有个敌人过嚟斩紧我嘅时候，我咁啱个刀锋咧系向下嘅，唔通我仲要等？等阵，咁其实我已经系死咗啦。魔仙地，咁但系醒醒我啊，都系好细心咁样睇大家留言嘅，咁所以其实大家咧对于我用刀嘅意见咧，其实我都系接纳嘅。啱先嗰啲都系讲下笑嘅啫，其实我自己用刀咧真系唔系专业嘅。咁所以经过大家嘅提点之后咧，我觉得除咗我个样要扮得似之外咧，其实咧我用剑咧都系要扮得似。咁所以今日呢条片咧就系训练我嘅刀法啦。今日咧我哋就嚟挑战咧斩开晒呢所有迎面而嚟嘅水弹啊！长毛咧就会将呢度嘅水弹全部灌满晒水，然后就直接向我咧抌呢啲水弹过嚟，就要考验我嘅拔刀嘅反应。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个，好似一细包咁样，但其实入面咧已经系有111个水弹噶啦。我哋买咗四包，444个。咁究竟我哋嘅雷斯呼吸有冇办法将呢度啲水弹全部劈开晒咧 ？Murida，Murida，Dekimasen。好，咁我哋唔讲咁多啦，即刻开始呢个嘅水弹大挑战啦。Netsuko-chan， 我哋嘅任务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嘅挑战咧系分为三个阶段嘅。首先第一个阶段就系拔定把刀出嚟，然后待机状态咁样去劈啲水弹啦。然之后再去到第二阶段咧，难度就会升级，要系用呢一种居合斩嘅形式斩出去。第三阶段咧就系难度最高嘅，就一定要眯埋眼，凭我自己嘅感觉。大家都知道善逸瞓觉嘅时候咧先至系最劲，所以嗰阵时无限列车嗰个嘅掩梦咧，佢竟然令善逸瞓着，实在系太蠢啦。咁我哋每个阶段就会抌20粒嘅水弹啦 ，total 咧就系60粒。咁如果我哋斩嘅水弹咧唔过半数嘅话咧，咁我就要接受呢个终极大惩罚噶啦。系啦，咁而家咧就试下水温。嚟啦，得3、2、1，听唔中啊！咁大嘅，哇，斩爆咗！3、2、1。大家睇下把刀个刀身系湿咗，同埋咧劈中嗰阵时咧系真系有个手感咁嚓一声哦。咁而家咧就正式开始第一阶段嘅挑战。系第一粒，预备，3、2、1，中咗 ，yes！Oh my god！ 啊，唔中啊！啊，调整下个呼吸先。我而家揾到个诀窍咧，就要把刀咧要咁样揸，唔好咁样揸。因为我见炭治郎咧，佢用呢个灭尖刀学 Q 嘅时候咧，佢都系咁样带住啲水咁样斩落去。3、2、1，1、2、3。我而家已经系 keep 住咧，入边咧已经系有个呼吸法喺度。既然你咁熟手，我而家就用掉嘅方式增加呢个球速。嚟啊！嚟嗰下我系惊咗就咁样啦，水弹咧咪圆碌碌细细粒嘅，劲似蜘蛛生嗰啲蜘蛛仔咯，完全中意俾人上脑啊！接住落嚟嘅攻击咧就系决胜嘅攻击啦，预备，1、2、3。哇！第一阶段的成绩咧就系20分之10。你觉得你嘅刀工有冇强化咗咧？你而家掟个榴莲过嚟，我都劈得开。好啊！唉，我今次呢个挑战谂住嚟湿身噶嘛，而家咁晒咁热，真系谂住中下水球咁样咧，但系好可惜啊，我湿唔到。但我净系希望呢个高位纯纯正正嘅湿，有个湿，得个湿。唔好意思啊，我要退出群组啊。咁而家喺第二阶段之前咧，就试一试呢一个嘅拔刀斩先。哇！我识唔计啊，系啊，唔计啊，呢个 Ikimas 红包。3、2、1。我哋嘅一轮都裂开咗呢一个位，接住落嚟我哋仲有成大个挑战，究竟我哋有冇办法可以生还到咧？依家情况非常之危急噶。1、2、3。哇！攞翻呢个鬼杀队嘅尊严。
唔係講笑，拔刀斬真係難好多。調整下個呼吸先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十中二啊，繼續啦。哇！哇！開始得啦。二、一。预备三二一，大家而家睇我块面，仲有点啊？仲有咪成面都系咯？第十五个，好型啊！我唔知影唔影到，唉，不得了喎！边个话我唔识用刀？你嚟挑战下，我同你讲，今次呢条片一定要一雪前耻，以后冇人再同我讲话，我净系得个样。我唔想俾人覺得我係賣靚仔樣，我唔想人哋覺得我係靠個靚仔樣先一萬訂閱咯，我唔甘心咯。啊，等等，我的媽！啱先要同長哥講埋住先，佢即刻揸住咗兩粒蛋，黐孖筋，呢個計兩分啦，係嘛？十中八啊！好，咁而家咧就第三阶段，我就一定要眯埋眼，就好似动画入边线入出呢个嘅 Camina Nino Q， 希望中到一个。我觉得二十个入边真系中一个已经好劲啦。如果眯埋眼，预备三二一，哇！眯埋眼真系好难嗰个位。一系求成功呢一、這个，真系求成功，抖上啲呼吸先。大家千祈唔好觉得好似玩武士刀，好似玩玩具咁样。無理だ！人生起きてよ！紙の布の呼吸を一の方霹靂一閃大家睇下，把一輪刀嘅刀鞘已經崩咗一條出嚟啦！好，依家就要開始呢個大懲罰啦！輸啊輸咗，而家身上已經係冇一輪刀。係，係啦噃。Come on, baby！ 哇！哇！我啱先真係好似俾耳窩座咁樣塞咗一錘落嚟咯！救命啊！我冇刀，我乜都唔系啊，大佬。唔射住我，系唔会浪费子弹嘅。好，咁我哋啱先咧就完成咗呢一个嘅水弹大挑战啦。虽然数字上咧我哋系挑战失败咗，但系我自己觉得都几成功嘅，因为成绩我真系未学过剑道啊，未学过剑，但系估唔到咧眯埋眼都真系可以还原到咧动画入边嘅雷之呼吸。我相信经过呢条片之后，我嘅剑法一定会有进步，到时我就可以更加强，可以保护到身边嘅人，尤其是我心爱嘅 Nezuko ちゃん。咁如果大家都想睇我扮演更加多嘅善逸去拍片啊，或者系拍更加多关于鬼灭嘅片咧，就记住喺下面留翻嚟同我讲翻，同埋真系好多谢大家对于我上一条片嘅支持，大家嘅 like。
低大家嘅留言，我全部都睇晒，虽然复唔晒，但我真系好多谢大家。咁不过点都好啦，就叫晒你身边嘅姨妈姑姐、亲朋戚友，中意鬼灭嘅就记住订阅成成我啦。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 ，reach 咗呢个 channel， 想睇更多影评，帮我订阅，同埋钟仔要中意条片啊，同我 like 啊。同埋想知道更加多嘅即时动态，就 follow 翻 Instagram 同 like 翻我 Facebook 专页，加入会员就系怪盗团一份子啦。我系我妻善日，成星八五二，认住都好，听住 follow 订阅呢个 channel。咁我哋每一期出片，下集再见。我接完纸飞机，再转头就会有转机。望着天空发呆，渴望做只纸飞机。曾经受过伤害，不断受挫会心死。如今默默等待，即使 YouTube 冇钱俾，努力突破障碍，总有一日学会飞。Hey, call me crazy, and I fly all day.Thanks to all my gang, all my girl within my fate.